再看香港的另一种气氛，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特别举办了庆祝活动，欢庆香港回归20周年，现场热闹非凡。中央政府将坚定不移的、全面的、准确的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，严格按照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办事，进一步的要把香港的各项事业做得更好，我们对香港的明天充满信心。一曲大合唱，从刘健大使到华人华侨代表都没缺席，会场上还有照片展，庆祝香港回归，期许香港的未来能跟中国内地齐头并进，创造更美好的明天。